今年新中一年级是由沙岗机电连中轮次，方便是关西镇沙岗也五个里，就等半年的修，抢一面也到轮次机电中给下位接收，用钱用电做单位，当然要准备到过参赛电灯来奉还。关西镇台通里中间的勇气疯狂时间多，其中多少公天研究苗片好，将白的东西并都安做好，得到丰富的菜，还得到乡亲打造回民名声准皮盖，希望表达最大的心意。我是卖自家卖了几嘛，差不多八点钟开始准备呀，啊，做十点半左右才收过来呀，因为要摆迎面呀嘛，十一点开始摆呀。按心意按手艺呐，啊，卖平东刚刚还简单呐，诚意就好啊。连凤鹏的小孩两百零年前都有嘞，用钱为多爱移民家，又体力对抗林松官，所以此痛开判断。半截了来时，都真正结束过后，回到的都是提皮将俩红烧六度筋。不过听听师台鉴别，见了见少勇气放宽。我俩后生因呢，含妹差不多发痛，错啊，认为呢，叫做上班无幸福，所以哦，我希望啊，其实呢，就因为要尽量而用官方的宣传呐，尽量来宣传俩，因为客家啊，俩移民也在放宽的发痛啊。虽然移民家十万大病的历史，你哋下已经动人嘞。五个凤婆嘅小还系保留人，代表行业是水大年水年头五凤本嘅精神，咪系对俩凤土地表达最深嘅感情。下个节目我们要先做补充。